来，一个一个来哈，反正我们就照这样顺过去哈，每个都可以轮得到。一个好，中间这边挑一个啊，就是你了。好，这边挑一个，好，就是你了。我们先挑三个，等一下后面还有十个，好不好？好，来一个一个来呀、哈。来，我们先从，好，我们先从米晴开始。来，米晴，米晴，哎，对，来，对对对，你就是负责他了，开始转。转轮盘哦，哎，好，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再转一次，你看转到哪一个呢？雨晴就把礼物送给他，好棒，好，恭喜你。好、他自己会动，好，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他会动一下下，对不对？停了吗？还没，我自己按停，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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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邂逅礼袋一组，恭喜你，好，好，我们先拍照，先拍照，会后再领哦，好，我们先拍照，先拍照哦。恭喜你哦！好，等一下可以到柜位，记得之前的号码牌拿着哦。等一下可以到柜位去哈，然后合照签名哦。好好，来，谢谢，换下一位。接下来，哎，刚刚是你嘛？好，这妹妹来进来。对，好，接下来我们请李尔。指定包框，帮我们把这个送给他。好，来拍个照，拍个照。哎，转过来，转过来，哎，对，转过来。好，看前面，恭喜恭喜。好，记得拿着号码牌，等一下我们会后要拍照合照签名哦。好，来，接下来一分。好，哎，第三位妹妹，这个嘿，粉红色的妹妹。好，来。邂逅礼袋一组，恭喜你！来，请看前面，请看前面呢、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时间了，来吧，我们叫后面一点的，你就是你，就是你，你妈妈，妈妈，后面穿格子衣服的女生，你的手，好了好了，这么可怜都快哭了，好，来，出来出来出来，直接出来了哈，好，几个了，快，好，我们挑个男生好了，紫色的，紫色衣服的这个男生，好，就是你了。好，拍照进来，拍照，可以合照而已哈、没有玩游戏的哈、只能合照哦，跟他们合照。好，对，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好，就是你穿灰，对，就是你牛仔外套的小姐。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先拿号码牌，会在柜位合照，把号码牌发给他们。对。
我们要去贵位合照了哦。哎、欸，赶快拿号码牌，赶快拿号码牌。哎、欸，我要。哎、欸，啊，这位嘞，这位的号码牌。对对。快往前走，快上线。来，非常谢谢我们刚刚获得所有号码牌的朋友哦。待会呢，我们的 Dream Girls 就要到我们的法国梦会位上呢来做这个合照的这个动作了。那想要继续目睹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代言人的风采的话呢，也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法国梦会位上哦，就在那边。好，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号码牌呢已经发放完毕了，但是呢，相信还有很多人想要继续呢看到他们目睹他们非常漂亮的一个风采哦。所以呢，我们现在请代言人呢就直接移动到我们的这个P2 会位哈，我到我们的法国梦这边。好，来，好，谢谢，非常谢谢大家。